安，魏老师、林老师、主任、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晚安。我是郭秀琴，我是106年3月在琼云学初级班跟高级班，初级班跟中级班，经过这2年过后才来学高级班。因为昨天听魏老师讲哈，上次有讲哈，电器可以，也可以做。后昨天我就想一想哈，因为我的家里有一台健康按摩床，快要说1-2个月了，那个人还没来修理。早上今天我就他说，有空时候我就做。10分钟，大概10分钟，没有看时间。我就自己在那开，在做看看。因为那个一次做35分钟，我就连续做2次都可以。我觉得非常神奇，我好高兴哦，不用叫夫人来修理。因为我之前是在台西做义工，礼拜二晚上跟礼拜四。张师兄跟黄师姐那边，我呼吸都有在做义工。我之前是睡眠不好，体质不好，还有刚刚腰酸背痛，我就常常去做义工，想说可能可以，我们可以直接救人，我们爱心的双手可以直接救人，来帮助别人，也可以帮助自己，利人利己。我觉得我们长生学很好，我家附近有好几个朋友，他的健康格都坏掉，我明天有空我要去他家看看修理按摩床，因为我们长生学很好，我要拿一些单子去给他们看，叫他们来写啊，我就先试看看跟他们，因为我已经我自己的修理好了，再去给修理别人的健康按摩床，来体验一下，看看，他们觉得怎么样？叫他们来学长生学，因为长生学是很好的一门功夫，是非常神奇的。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功夫，长生学，为以后叫多一点人来学习，也这样简单的被报告一下，谢谢。